beautiful China. Welcome to beautiful China.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活在五点的嘉宾访谈，我是刘丹。今天呢，我非常高兴啊，有请到了这个 Plan Canada 的青年大使，只有18岁的 Crystal， 非常高兴有请到 Crystal。Crystal 你好。嗨，你好。啊，首先呢，能不能先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我的名字叫 Crystal， 我今年18岁。我明年上多伦多大学读国际关系。啊，你今年才18岁，对吗？对。我刚刚读完高中。然后我家庭我五岁的时候，我们家庭移民到加拿大来，从深圳来的啊。然后啊，这几年呢，我开始对社会活动啊和社会正义啊、法律啊有一些兴趣，所以我就开始做很多义工啊。对啊，那做过哪些方面的义工呢？我的义工呢是跟 Plan Canada， 专门 focus on 女权、儿童去上学的权利。哇，女权、儿童的权利，那我就非常好奇啊，一个高中生，就是你年纪这么轻，怎么会对这个女权和儿童这个权利会那么感兴趣？在学校呢，我们就开始学到不一样国家的这些情况。我就发现到很多国家的女人和儿童，他们是最 disadvantaged 的 group。他们经常没有这个 access 去上学，没有。那他们上不了学校呢，他们也找不到工作，以后就待在家里，然后这就是一个 cycle。每一代，对，这个循环，每一代呢就是很穷，然后就没有办法改变。然后外面一个国家有一半的 population 是女人。然后我们根本不花这个力去帮这个 group。对，那这个国家怎么可以可以改变，可以变得更好，对吧？那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一定会是有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契机，然后让你去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去想帮助他们，去想改变这个现状。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你有就是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够让你去有这个想法去要帮助他们呢？对，有一个故事呢就让我很感动。然后呢我就知道我一定得去帮助世界上的这些儿童和女人。上一年有个女孩在巴基斯坦，她这几年呢一直在为纽约和英国的一些报纸专门讲她国家的情况。她是巴基斯坦那个女孩，她的名字叫 Malala。 巴基斯坦。然后呢她就跟这报纸讲，我的国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女孩不能上学，因为 Taliban 那些就是伊斯兰教的一些政府的一些对他们呢不让女孩上学。然后万一想去上学，他们会威胁他们，会说那我们会去枪击你，对吧？枪击你，对。然后呢因为呢他爸爸是校长，还是他爸爸开了一个学校，所以他有这机会去继续上学。但是在上一年9月之前，Taliban 呢就有一天早上跟着他和他的朋友就把他枪击。然后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在报纸里面呢很多国家呢都就不敢相信，原来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女孩去争取她那么简单的一个愿望，她的一个权利去学习都会有那么危险。Malala 差不多死了一次但是最后到英国抢救啊，她就慢慢好了。然后呢我就感觉这个故事呢真的非常的触动你，非常触动我。对，因为她那么年轻，对吧？她跟我也没什么很大区别啊，她就是一个小女孩啊。然后她想去学习啊，想在未来做一些好的事啊，为这世界。但是她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她的国家是这个情况。所以呢，因为她变成一个英雄 ，for 儿童去上学的权利。联合国和美国的政府啊，和现在很多很多位置政府就说
我们想给你一个台去，去表达你的这个 message， 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呢，联合国呢就给他了这个机会呢，去在联合国的那个台去讲，第一次从他这个枪击这一次，第一次他的公共的演讲，对 ，OK，然后呢，这个演讲就是上个星期星期五。上个星期五、所以你也在现场吗？当时对，我很幸福，我可以代表加拿大的在这个大会，这个年轻人的大会。你是代表加拿大的，对，那是说有很多的国家的代表，然后去前往联合国去听这个马拉拉去演讲。是的，有超过100个国家的儿童，对啊，然后在这一天呢，我们超过100国家的这年轻人呢，就听马拉拉讲为什么我们需要继续push 我们政府的那些我们政府去争取，去帮助这些儿童和女孩去争取他们上学的权利，对吗？对，是的，然后呢，当然去联合国这个机会已经是。我根本想不到了，就是真的是很。那你是怎么样争取到这个权利的？我跟 Plan Canada， 就是我做的这个义工的这个 organization， 我跟他们已经做了义工做了2年了。然后我经常在学校啊，在不一样的学校，甚至不一样的位置在播音和电视上面讲这些问题，就是女权啊，儿童的上学的权利啊，所以呢，我就很幸福他们选了我和我一个其他的一个女孩去联合国。然后有个我感觉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呢，其他的那个加拿大代表，就是跟我一起去的，他跟马拉拉一样的情况，他16岁，他也是巴基斯坦来的，但是因为他在加拿大长大，他就可以继续像我这样子做这些义工，用他的声音去表达这些问题，对，表达这些问题，但是他就不会有一样的这些危险。对啊，所以我们两个到联合国呢，真的是一个很真正的很好的一个机会，很宝贵的机会，对，是的，然后在马拉拉说他的演讲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很感动的一个 moment， 很多人在家里在网上，其实很多国家在看他的演讲，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一个那么年轻的女孩被枪击之后。当然他一直对这个很多 passion， 很想去 fight for， 对 you know 孩子的 right，但是他想说什么话，因为你肯定想，哇，他肯定心里已经怎么说呢，就很难过、但是他没有，你看他在台上很乐观，对不对？对，你看他在台上讲呢，他跟一般的孩子真的不一样，他很稳，他的眼神都是很，就是他就是一点都没有怕的，他没有什么东西让他怕。他已经变得很勇敢了。对，那次对，而且他看到，我觉得他看到了这么多，就是从100多个国家来支持他的，对吧？然后为他来争取孩子的权益的这些人，所以他也很受鼓舞，所以他不会怕，所以你们也不会怕的。对，就看到一个女孩呢，可以。做那么大的一个 movement， 可以，因为他用了他的声音，然后最后联合国就请那么多的年轻人去做这个这个大会，我就感觉这代表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希望政府更去放一个 focus 在这些问题上面。不要忘了，世界上还有57 million 孩子不能上学，这是一定得是他们的。priority 就他们第一个得去做的一个东西，因为 education 就是我们就是最重要去改变这些国家的情况。哇，那我就觉得听完你说的刚才说的这些话嘛，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孩子。那你就是希望通过你自己的努力，通过你还有在这个 Plan Canada 做的一些事情，你希望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这是你最希望的。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去上学，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有这个机会呢，去走他们自己的路，因为他们上学了之后呢，他们就有 choice， 有选择，他们就有 voice， 有个声音，对，especially 呢，不能忘了这些最disadvantaged 的 group， 像女孩，
待在家里，看他们哥哥去上学，在很多这些穷国家看他们哥哥去吃东西啊，去上学啊，然后他们就是留到最后面的每一次。我们知道万一我们怎么说 invest 就投资我们时间和钱在女孩上面，他们可以改变世界，因为他们会变成好的母亲，会帮他们的 community， 然后他们终于呢就可以达到那个政府的 level 去做一些 policy， 去保证呢他们国家的女人也被照顾的。嗯哼，那你就是想今后想还有什么计划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 plan， 然后来为你的这个梦想去努力去实现。为我自己的 education， 对，就是你希望通过你的努力嘛，然后可以让孩子们有更多的就是权利去学习。当然我现在我是一个学生，所以呢我还是得继续上大学啊，我去读国际关系，所以跟这也很有关系的。然后我希望这个之后我去读法律学院，然后那一天呢，我就会到那个时候呢，我就有很多的 power， 有这个更加的专业的知识，更加的对专业的知识，去可以去做这更多的 change。我希望以后可以回到联合国，然后这一次不是当一个孩子坐在那里听这个演讲，但是有可能我可以当成一个政治家，当一个外交官，去帮助世界上的这些孩子和女人。好的，非常感谢Kristen 啊，为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就是有 powerful 的这样一个访谈，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 Kristen， 希望这个有梦想，然后同时也能够就是为梦想而努力的这样一个孩子能够实现他的梦想。好了，今天的这个嘉宾访谈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再见。